哇，我带到珠宝商来了，明天母亲节了，最后一分钟还可以买给自己或者买给母亲的一个很好的礼物。哇，都是从金哦，金光闪闪呐、啊，哇！来，哇！那就是还是一样，因为他工厂自己做的，就是看数据，珠宝一定要看数据的了。12.8克14K 钻石一卡拉14，然后价钱就上看三个位置就行了。OK， 就重量钻石多少，然后价钱这三个数据啊。因为珠宝就是最实实在在的，金有金的价钱啊，都是旧价钱了、啊。旧价钱，老价钱 ，OK，、啊、对对对，老价钱，对，哇，很重啊，12克，以后啊，这种就做两三克而已了，不会有十几克，对对对对。金这么贵，金这么贵，对，趁机退休了就是，那14K 都很重啊，8克啊，这是很早。估计是10年前的了哈，十年前的。可是你珠宝其实就是永远都在的，就是永远不退潮流。这个100年之后也是它，因为珠宝它的世纪空间没那么大，因为就是这么，你就是一个手一个耳朵，这不可以太 fancy 的，就是说越来越值钱。对对对对对，它材料是越来越贵了，所以就是对895，越来越乖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很重啊啊。一卡拉多的钻石，6.8克，890多，这很超值的。这个我们也卖了很多套啊，这个耳环卖了很多个，你看，永远不退潮流的这些啊，1135，那看数据啊，现在买不到的，现在就是要接几倍 ，OK。哇，今天都是耳环，啊，今天全都耳环。耳环 ，OK， 耳环专场，688，耳环室内，18K 的，这是18K 的，反正市场上是买不到这个价钱的，1386，数据在这里 ，OK。587 14K 498 498，哇，都挺好的。888 888，8K， 哇，很重啊，钻石也多。哎，通你有张卡你存咗未啊？喺个三人群嗰张卡。啊。哇，这个也很好，对。6克钻石53分，598，都是老借钱了，老的现在借一倍都不止啊。那反正这些款式现在。100年之后还是能，因为你知道耳朵这么小，你其实设计空间没多少的哈、啊。就是我觉得珠宝唯有设计空间就是松针，因为松针你可以大面积，而且不受这个限制。可是耳环你就是耳朵，对呀、啊，就其实就是来来去去，对对对对，不会说很大的变化。戒指，因为戒指你就只能在戒指上面，你就。其实空间不会太大的，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的，就是你就有想象的多少，你这个做起来也是没办法按照那这些899是很好的借钱的，永远不退潮流的，这个100年之后也可以带，就是它的材料在这里，14K 438。超值了哈！我就说，哎，我喜欢哪一个先做哪一个。你看这些都很重啊，8.5克，现在顶多2克3克啊，系咪？你冇嚟睇我哋辣妈晒晒啦，咁好睇，睇完精神爽利，开心啊！真系，我那天叫他来看辣妈，他说又没空。你看多好看，现在要做场秀让辣妈。
展示一些这个钻石一卡拉多 14K898，超值了，这些这都很重的，八点多克。你现在看看，现在的都是两克、三克顶多的了 ，OK。以后可能更那个，这个885，都是很重的，七克多的，七克多。现在一个手链的有时候都没有七克的，对，一个手链都没有七克，嗯，这真的落重金了 ，OK。手链就是现在应该做嗰啲香香金啊，那现在这香金青金啊，现在一啲都好重金的，重金698。都有六克多的，六克多钻石，对，六克多，嗯，重金嘛，重金重金，那八点多克，这手链都没有这么重啊，钻石一卡拉多，975，真的很超值，很超值啊，各位朋友 ，OK， 才450，三点多克。那啲一百年都兴噶啦，哎呀，一百年，对对对，都系都系啲咁嘅，都是这种款式，一百年，不是一百年、两百年之后还是它，还是这种，永远不退潮流，大大小小都耶灵，这个还18K呢，哦，反正写18就18K啦，系，嗯，都是重金，就算户都有很多户耶灵。18K 的这个漂亮，关键性价比高啊，四点多克，好平啊！哎呀，好平，485，真的买不到什么东西的，都是买一两克的，这些都是重金。895这个钻石量。六点多克，反正现在是绝18K 的，这个还不会有这么重金的了，重金打造，真的重金打造。3.3克，钻石58分，498。386。395 14K 4.3克，那这些都工也很好，磨砂工漂亮。1250 7.1克，钻石一卡了28，重金打造，重金打造。795 哇，突痛7.98，18K 的，那这个也是户，哇，户都够不同的 size， 635很重，4克钻石，各种 size 都有，738 14K。非常重的438，哇，超值超值，因为很重，5.2克钻石呀，反正这些都永不退潮流的啊，这是性价比高，可以买多几对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现在的金都不知道那么贵，哎呀，真的真的很贵啊，现在东西，哎，你最高峰的时候一对起几多货，做几多对啊？呢度30对，你讲点啊？即每款你做几多对？每款啊？起码啲20-30嘅。哦，起码。因为他自己开厂，所以就是诶，每对他都起20-30。二三十。你好似呢啲咁嘅话，成100对卖。对对，这个卖很多，我真系卖好多年。卖了好多年了，对对对对对，都还是
能，而且现在主要是金价贵了那么多，这些都是来说很便宜的了，嗯、已经是比以前便宜了20%。哎呀，啱啱啱，嗯，好，谢谢吴大道珠宝商啊，多来啊 ，OK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哎呀，有咩甜头送个飞吻啊，送个飞吻啊！